奉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使命，胸怀冲刺世界城市，壮志雄心。2017年，世界赛事名城标定新的城市发展战略。3年时间，成功举办53项高水平国际体育赛事，成都活力沸腾全球。豪赛、银城、兴业、汇银，成都体育新时代乘风破浪而来。2019年第18届世锦会一举创下规模最大、入境人数最多的成都纪录。同样是2019年。亚洲体育舞蹈联合会总部成为首个落户成都的国际组织总部。最新全球赛事影响力城市榜单，成都由第89位跃居第28位，进入全国前三。2021大运会、2022世乒赛、2023亚洲杯、2025世运会，顶级赛事纷至沓来，成都时间全球期待。体育正在成为成都国际交往的崭新名片。谋赛就是赢城，体育场馆深刻改变城市格局。最近3年，成都以大运会为契机，新建改造49个场馆，投入180多亿元，是过去67年累计投入的5倍。体育基础设施水平一举跻身全国前列。成都都记，千年之变。东安湖体育公园、天府奥体公园、凤凰山体育公园，一座座全新的地标拔地而起，运动成都喷薄而出。体育正在重塑成都经济地理。赛事大项目拉动城市经济转型升级，成都体育产业拔节成长，比肩北上广深，迈入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第一方阵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，体育服务业产值占比接近80%，成都热力媲美世界先进城市。熊熊燃烧的卡路里为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，体育正在赋能成都经济新格局。从战国骑射到唐宋马球蹴鞠，运动基因成都亘古有之。今天成都动感日夜未歇，最新抖音数据显示，体育篮球成为成都生活热词，成都城市画像更加立体生动。第一财经 HIT 联合发布最具运动活力城市榜单，成都名列前茅。这里体育人口超过700万，世界最长城市绿道密织成网，社区运动节激活城市细胞活力，15分钟健身圈引领市民生活新风尚。绿道就是我们的跑道，公园城市就是我们的运动场。体育正在改变成都人的生活方式。当体育精神植入公园城市，当运动的汗水流成蜿蜒锦江，更多梦想的种子正在破土而出。成都将建成这样的世界赛事名城，体育场馆全国领先，体育赛事国际知名，体育产业高度发展，体育资源辐射全球，体育健身蔚然成风。继世锦会之后，大运会、世乒赛、亚洲杯、世运会的彩旗也将在成都的天空高高飘扬。
城市就动起来，你冲刺，城市就冲刺；你呐喊，城市就喝彩；你梦想，成都就成就你梦想。成都，成就梦想。